暑假要过冬天出去了，苗栗县政府再个屯推铁合作，对六月二十九到七月初八，还过八月十七到九月初二，每礼拜五屯拜六，要开放 Q 三线 CK 一二四沙滩茶来服侍。礼拜日则系过由彩天观光列车来行驶，好分享情肥美客家庄嘅铁土风情。停驶十二年的苗栗 Q 三线，经过苗栗县政府上网争取，一下已经连续三年同台铁合作，抢来 CK 一二四小气火车同彩天观光列车试营运。客家平均买票率有按过，今年配合暑假期间，东台观光苗栗 Q 三线暑假观光列车走顺再过瘾，再过瘾。比较国宝，所以我们就后来协调的结果是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就改柴油车。那我想这个是对我们带动观光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注意。按多廿年来，是多件事都考察讲列车发落铁佛，不过铁路提供推办铁路经过点的 Q 三线，带有去顺条山上的好风景，绿色的铁桥同山龙，还可看得出 Q 三线的特别性。所以那个沿线的风光非常非常的精彩，就在短短十几公里之内，你就可以欣赏到很多不同风情的铁路、铁道的风景。对，所以精彩程度，我觉得不是其他的铁道可以带身体说对可以比拟的。呢度一本玉石出渠，每天啱未到 Q 三线铁路一奖，苗栗县政府每位啲廿零次风慈善业开山公益年村民团体，同福县各种社会学生嘅，就来苗栗系列团体底下，唔是前来坐，唔过系事先主问，苗栗县政府希望透过推广，促销本行客到底下，中意 Q 三线，下个新闻用于诺苗栗报道。